才算的。哦，你种那个土豆，你现在到现在是，刚才你说是多少亩地？亩半，十一亩半。啊。种了几年了这个土豆？这块地已经种了三年了。三年了。嗯。哦。你这用我们巧克力用了几年了？嗯，这三年一直用着。这三年一直用着。啊。哦。现在咱们浇着水，滴肥的时候，我们巧克力用上了吗？啊，用了。用了多少呢？一亩地半袋。一亩地半袋，就是四十斤。啊。哦。这个后期你再堆几年肥呀？计划？一般种三年。种三年。啊。现在你种的这地几片？这是第四片。第四片水。啊。啊。用了几遍肥了？用了两遍了。用了两遍肥了。啊，但是两遍都用过，我们都加上我们巧克力。用巧克力，头一遍用巧克力，第二遍用巧克力上方块钱。啊，搭配的。